真不错。拿出我的祖传大勺，吃一口。嗯，还不错，姐妹们。嗯，他这个可以拿出来，哇，嗯。吃着不甜，还有点微苦，他们是巧克力碎，一点都不腻，哇，别嫌我埋汰啊，吃巧克力蛋糕不吃啊，我不吃，不吃这一块我都吃啊。那这个又。那我给你留一小块吧。可以。哇，这是两块。把这一小块留给我儿子。嗯，这个巧克力是纯可味质的，它刚粘到我的手上都化掉了。哼哼，不要嫌我埋汰，姐妹们。笑死怪了。这个留给我儿子吃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你猜我们今天吃啥？你们绝对猜不到。今天我们吃酸奶薯片，因为最近有一个小姐妹是我们的铁粉，天天在我直播间下面说：“姐姐尝一尝酸奶蘸薯片吧，真的好好吃。”所以今天咱们试一下呗。哇，好油呀我！哎呀，我们喝的是这个简纯的酸奶，姐妹们，零蔗糖。哇，这个质地，哎，少放点，少放点。哎呀妈，这酸奶这个，嗯。然后呢是薯片，好嘞，我们尝一下吧，兄弟们。嗯，哇，这个味道很奇妙哎。我们多来一点，
天哪，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去试一试，好不好？擦擦嘴巴。根本吃不够啊，好吃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桃酥泡奶。啊，给给，你想吃是不是？给，吃几块？吃一，吃两块。吃一块，吃两块，给你。哎呀，我说你在后面在干啥呀？桃酥泡奶。哎呀妈，泡久了。桃酥粥，直接喝吧。桃酥放少了，奶放多了。